今天要去玩江之岛。体验时间是8:30到5:00，一日券，买这个。买完票喽，要去江之岛喽。这里呢就是电梯的第一站，通常在这里也有卖一些电梯的票，所以如果你只想搭电梯的话，来到神社这里买也是可以的。绕了一圈中景宫了，等等呢就要往那里那个方向去搭电梯，再往上走。天气有点不好，我想富士山应该就是在前方吧，那里吧，那里应该有富士山吧。
进来的岩屋呢，就是一个类似照片的导览展，还有各种岩屋的介绍，主要是日文跟英文啊。哇，有7万到8万年前哎，哇，这么久。觉得这间店的味噌跟猪食类是有一点点重口味。那我们现在吃完了之后呢，要慢慢的往那个江之岛的路口前进，休息一下，等等准备出发。今天我们住的是这一间八 Hotel， 在藤泽车站走出来不到10分钟的路程，其实很快。
那就是这样子了，这就是今天简单的房间开箱。那我要睡了，明天的旅程再见喽，拜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